这不是鱼，黄鳝。 你夏天干嘛？我想钓龙虾皮。你给你妈妈说呀。妈妈，我不要过来。你敢过来打你屁股？你也不会，你过来干什么？ 休息一下，后天走啊！你全家一路出去。对，一起去明天学习东西，把衣服学习好是。姑姐，别走啦！阿姨，去不去我们家？我在家带孙子，我不去，我孙子太小了，放在家没人带，带着一路也不方便。好，好，阿姨。啊，我孙子大了再去啊。过个几个月，爸爸有什么事情，我们两个给我打电话。对。 我帮你看着，没事的，你早点回来啊。那不行了，我怕抽。那那人家还怕抽，我们亲戚说，我。乡巴佬啊。乡巴佬，那你不歧视人家不乡巴佬抽。飞利，我看你摘的好慢呀。哈哈哈。来，那你拍。 嗯，我也会呀。我刚把水已经放了，那我再去开一个口。看着都看不出来。那我再去开个口。飞利，水我给你拔出来了。 我给你点赞。很远，我不会。怎么有见过？学嘛。哪里？我们去坦桑尼亚，天天我给你送去干活，天天在干活。你们家那么多活呀？嗯，回去再看吧。你种了多少地？有玉米，还有西瓜，还有。有多少亩？好多。好多是多少亩？
Come on.好了，多吃点，辛苦了。